怕的是什么？我们确实面对这些人生问题很难，因为经典有说，我们独生独死，我们独自来到人间，独自的死亡，这是指我们还没有遇到佛之前，我们还没有遇到净土法门，还没有遇到阿弥陀佛的愿力之前，我们确实是这样，我们很孤单，我们很孤独，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，面对我们的业力，我们得奋斗。但是当我们遇到了阿弥陀佛之后，师父要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恒常与你同在，只要你念佛，你心里有佛，阿弥陀佛恒常的护佑你、保护你，他永远与你同在。不是只有一尊佛，有很多的菩萨，还有十方诸佛都与你同在。当你开始念佛之后，你是一个受十方诸佛、阿弥陀佛还有诸大菩萨宠爱的幸福念佛人。你不再孤单了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有这么多佛菩萨做你坚强的后盾。而且你念佛了，阿弥陀佛他一定照他的愿力，他一定为你担你所有的苦，他一定为你承担。请你一定要相信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要相信你念佛，佛菩萨与你同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